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四十二念第一行。四十二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智者大师诵《法华》，身心豁然，得如法华三昧，清净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后住天台山，创天台宗，临终又谢西向，称念弥陀观音而集。这是简单的介绍天台智者大师啊，这是天台宗，也叫法华宗，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天台宗的圆满建立，可以说是在大师手中完成。传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啊，他有一天诵《法华经》，读到《药王菩萨品》，入定。这个入定，这个定就是法华三昧。定中这个境界突破了时间跟空间啊，所以他就见到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参加了这一会啊，就是这一堂课，参加了一堂课。听完之后出定回来了，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灵山一会还没散啊，还在讲。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华严经》上十玄门的境界。啊，十玄，十是代表圆满，玄是玄妙啊，不可思议，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他的圣门，一门入了，门门都入了。啊，妙在是妙在同时同处。啊，这是什么？这是宇宙人生的实相。啊。六道凡夫心目当中，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啊，给你说真的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再跟你说，也没有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所有的一切境界相啊。
就在当下的一念。事实真相啊，佛在经上常讲啊，啊，大乘经要常讲啊，可是我们听不懂啊，我们觉得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学佛嘛也不敢否定这个话是假的，不敢说是假的啊，但是没有办法承认啊，这个境界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的这真相啊？你能够把执着分别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境界就现前了。确实有不少人刹那之间不起心不动念，这境界现前啊，念头才一动呢，境界就没有了啊，就不现前了。不是幻觉啊，我们现在才叫幻觉啊，那是事实真相啊。那么由此可知，分别执着妄想啊，把我们可害惨了，这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自作自受。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宇宙之间有没有六道轮回？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十法界一真庄严。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真相。什么时候证得的？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就证得了。我们学佛要以这个为目标啊，学什么？这自己总得要知道。如果不证得啊，在经典里面我们读诵，以恭敬心来读诵，你也晓得有这些事情啊，可是不是自己证悟的，是从经界经教上面的这些信息，我们明白了，有这么回事情，不得受用。正德就得受用，智者大师的视线是正德了，清正了，宇宙之间从性体上讲空无所有，从其用上讲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没法子说啊，显示出性体，它是真的，
含藏着无量智慧呀。迷了就变成烦恼啊，无量的德能。迷了就变成造业，业习。无量的相好，迷了就变成六道轮回。它是一不是二，觉迷不同啊。觉悟的启用是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啊，迷了起作用啊，看你迷的深度，迷到底了，那个作用是阿鼻地狱，迷得最轻的，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前身不一样啊，说实是把它归内，大分为实，每一类里头都是无量无边啊。我们同样是人，迷的程度在一个层次啊，可是人有富贵贫贱不一样，差别太大了。那什么，也是迷的前身不相同。那平常不是说造业吗？没错，你不迷怎么会造业呢？迷的有前身，所以造业不一样。迷的深的造恶业，迷的浅的造善业。不一样啊，迷悟不相同啊，所以佛教众生，叫什么？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这是佛陀教育啊，佛陀的教学，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以后智者大师建立了天台宗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临终又写细想临终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一样的称念弥陀观音耳目智者大师这四种念佛，他是用观想念佛，他不是持名观想念佛，以十六观音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天台宗以后的这些祖师大德，很多走的时候全是念佛往生。包括在近代我们看到地贤法师、谭虚法师、宝镜法师，这些天台宗的全都是念佛往生净土。那么由此可知净土宗的殊胜了。再看下面一位永明大师。与天台少过师发明新药，这一句就是讲的永明大师他开悟的因缘。他的老师现在讲指导的老师，传法的老师，帮助他
指导他大彻大悟啊！发明新药就是大彻大悟啊！他老人家原先也是修禅宗的啊，法眼宗的嫡孙，这是六祖以后啊，六祖的学生分了五派。啊，这一个大宗里头分了五个小宗，啊，法眼宗。后专制净宗，啊，这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暴露了，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你看看，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大家都学禅。他也学禅啊，从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之后，再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修净土大师为什么这么做？对，用意很深啊，知道啊，参禅宗里面许许多多人不是上上根器啊，禅是借上上根人的，他不是这根器，换一句话说，他这一生在禅宗里开不了悟，见不了心，顶多得禅定而已啊，那算不错的了啊，得禅定他将来到哪里去呢？命中之后多半生四禅天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佛菩萨慈悲啊，为这些人做实验啊，你劝他修净土他不相信，但那是老太婆教，他瞧不起啊。那么参禅的时候他又不是那个的，没有那个不拘条件，不是那个上上根人。诸位要知道功高我慢的习气在，他放不下，所以佛菩萨做这样的事情给他们看啊，你学禅我也学禅，你还没开悟我开悟了啊，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把他们带到净土了啊，做这样方便的事情，善巧方便呢，把这些修禅的人带到净土。那在净土里头，没有不成就的人，个个成就。禅里面得一点小成就，回过头来修净土宗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果然在禅里面的禅定，那有了功夫啊，能够把分别执着看淡了，看得很淡啊，分别作用，分别这个执着心不起作用了啊，没断啊，他的功夫能够禅定的功夫能扶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在方便有余土由此可知，无论修哪个法门，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只是方法不一样，
门径不相同，它的原理原则完全是一样，全是修禅定啊，就全是叫你放下了啊，放下自信本定就现前。三昧现前了，啊，甚深三昧里面那个境界就是佛境界。啊，天台大师所入的法华三昧，啊，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讲经，讲什么经呢？讲法华经。啊，净宗的大德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甚至于四一心不乱还不到，功夫成片里面的上辈上三品，都是念佛三昧啊。啊，他见到佛了，见到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还在讲经，讲什么经啊？讲无量寿经。这个境界，就是说你的阿赖耶里头啊，有习气种子啊。这习气种子与哪一个相应？那个境界它就现前了。啊，我们自己学哪一个法门？学哪一部经教？你在三昧里面一定去遇到跟你相应的境界现前，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相应啊。你没求，你有这个习气，这个习气就是敏感。那佛菩萨呢？显应啊，敏感显应，你见到这个境界了。永明大师是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净宗的六祖。下面说他的功课。日诵洪名十万声，兼行日课108事。真用功。我们做不到啊。啊，一天十万声佛号。啊，还要修行108事，这些在大师传记里面你们都能看到。啊，蒙观音大师甘露灌口，妙慧涌现。啊，这就感应。观音菩萨甘露灌口之后智慧开了。
注宗建录一百卷。宗建录古大德称它叫小藏经，就是大藏经的浓缩啊！大藏经分量太大了，要读一遍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宗建录就是说大藏经的摘要，大藏经的精华。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能力去阅读全藏，读宗建录就可以了。即心付诸，万善同归极，这都是大师非常著名的著作，这些书都收在《大藏经》里面，巍巍法聚啊，光照万世。这两句话对他老人家的赞叹一点都不过分。72岁分享别众，坐脱西归。老人住世72年，72岁的时候往生的，作画的。这以上四德呢，显为肉身大师法门龙象。这个地方略为举出这四位大德，马明龙树，印度的高僧，智者永明，中国的大德，全都是求生净土，都是念佛往生的。肉身菩萨法门龙象是比喻，佛教里面常常用它，龙象都有定功，龙我们没见到，象见到了，你看大象，你细心去观察它，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它慢腾腾的，要学它。我这一生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确实，无论是谈话动作都很慢，说话也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没有我们这么快。这是修养，也是教学。教我们说，我们现在步调都太快了，要慢一点。说话速度太快了，要慢几秒钟。给人
感触到了稳重。论语上说，君子不重则不威也。那个威是从德上讲的，威德。降服一般众生的心浮气躁，所以它是教学。你跟他一接触，自然你也放缓慢。唯有在稳重重当中啊，你才能够体会到佛法。心浮气躁啊，没有办法学习。这不是老师不教啊，你接受不了啊。越是接近心性的这门学问，心地越是要清净。所以佛经里面这些语言文字，你靠文字的意思，你决定不会懂得的。意思在哪里？意在言外。言语文字是个引导，意思不在这里头，意思在言外。所以你要能够体会到属于弦外之音，你才能悟入啊。所以佛家常讲上上根人。什么是上上根人呢？烦恼轻的人上上根，心地清净平等的人是上上根。所以你千万不能轻视了这些老阿公阿婆。往往这些人呢是上上根人，他有缘一接触，他真的就切入进去了。不管入的是浅是深，他真入进去了，所以他真得受用。他一句佛号切入进去了，他决定得生。品位高下不论，决定生净土啊！为什么死心塌地？他没有二念呢。念佛的时间不必很长，3年5载，他就自在往生，他真的入进去了。你一般中下根人，修净土修了20年、30年、40年、50年，我能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把握。为什么？没入进去。天天念佛，有口无心，不相应。每一天也在念佛堂，念个千声万声不相应。临终的时候还怕死。这种人多啊，我们都看到啊。别的人看到了，也不必放在心上，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我行不行？
啊，今天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我真的能生欢喜心吗？真的就想跟他走吗？啊，真能把眼前身心世界啊，名利亲情彻底放下吗？这都是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真干还是假干？啊，真干就真能往生。这部经好啊，汇集的好，注解的好啊，引用了193部经论，做注解的证明。又引这许多啊，西方东土，这个西方讲古印度高僧大德来做证明，啊，稀有难逢啊，我们遇到了，语言具足了。而问题是善根福德，善根是真心能理解，福德是真干啊。真干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没有放下了不是真干啊，啊，彻底放下了就真干。啊，一切外缘通通放下，让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真干。啊，那这种人也就是法门龙象。要解为唯如是之人，实能彻底承当净土法门。尽是学人，焉得以世俗之见而鄙视净土也？啊，马明龙树何等人物？啊，智者永明，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帝王尊崇啊，拜为过师啊，智者是过师，永明延寿是过师啊。帝王自己称弟子，啊，他们这些人才真正能彻底承担净土法门。圆修圆证。
啊，在近代的学人，这些人不是指别的，学佛的同学们，世俗之见没放下了。人云亦云，小看了净土，殊不知净土在佛法里头，上上乘法，隋唐大德来做个比较。把华严法华都比下去了，华严法华到最后的归宿是归净土，华严经上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大家知道为什么对华严尊重而鄙视净土呢？哪有这种道理？华严里面有高等哲学，这里都没有吗？一样有啊，不在华严法华之下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还是接着说，又要解云：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与无著卧室所得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太难了，谁说的？藕益大师说的。所以印光大师赞叹赞叹藕益大师的要解，他讲得太好了，古人没讲过。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是怎样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藕益大师说：“念阿弥陀佛得到的证据呢？证据就在《阿弥陀经》上。你看，那么多年讲《阿弥陀经》，念《阿弥陀经》没发觉，被他老人家发觉，真的一点都不错。”藕益大师把我们点醒了，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佛众生今天佛阿弥陀佛了把果觉全体
传授给六道的诸恶众生，无住卧室的众生啊。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住卧到了极处了。住是什么？染污。你看现在谈到染污，每个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触。最容易感触什么呢？环境的染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食物有严重染污，我们的饮水有严重染污，我们穿的衣服有一些化学品制作的都有染污。中国人古时候衣服穿棉穿纱这是自然的现在科学发达了，要改变这些物种的基因，这一改就坏了看的样子是好看，对人体很不利所以现在这个衣食住行呢，让很多人得到奇奇怪怪的病痛。那么再扩大，大家晓得，地球被染污，地球病，这境界上，回过头来呢，心里的染污，比环境染污不知道重多少倍呀！染污的根源是在内，不在外呀！内染污了。外面说，外面境界随心转，境随心转，所以心被染污，身自然染污，外面环境也染污，这是现代人四无病痛的真因。化解自然的灾难我们叫自然灾害呀。你要知道这个灾害怎么来的，这就跟看病一样医生治病一样中国外国古今这些预言都说了很多灾害，这什么呢？这就好像把病状说出来了。说出来了。很多人听了害怕，其实错误了，用不着怕。你一定要知道这病从怎么生的？本来是个健康的人，为什么会长病？那么在佛法里面，病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是生理的，你的饮食、你的生活方式有错误，带来的疾病。这一类的疾病，医生可以帮助你治疗，帮助你恢复正常。
这第一类的。啊，第二类的呢，是你的冤亲债主。找到你了，他来干什么呢？欠命的要命，欠债的要还钱，他是来要钱要命的。这一类的病，医生治不好，他不属于生理的。啊，那有什么办法呢？调解。啊，所以宗教里面呢，这有很多传教士帮这些信徒治病，大多数这一类的病，提出调解的条件，对方接受了，他就走了，你的病就好了。啊，第三类叫业障病，是你自己造的罪业太多了，这个类病很麻烦。为什么呢？医生治不好，他也不属于调解，是你自己造的业很重，啊，很麻烦。啊，你要找这些这个宗教来帮忙，他帮不上。啊，因为他不是调解，是你自己做的罪业太重了，你该得这个报应。这还是有办法，真正忏悔呀！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呢，忏除业障。啊，真忏悔，真正改过自新，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问题能化解。啊，我们人身上这种病啊，你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啊？你有办法治啊。地球现在生病了，说老实话，原因也不出这三大类。啊，如果我们明了了，用这些原理原则来帮助化解灾难，能不能做到？能，这当然肯定的。啊，所以灾难再多，我们老祖宗5000年来，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呐。啊，大灾难可以没有什么，小灾难也常常有啊。啊，懂得处理，啊，真能化解，啊，化解最重要的方法，根本法，讲经教学。啊，所以我们老祖宗，你看千万年前就提出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这一句话的道理啊，太深太深了。这个方法所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啊，他依据的理论是人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啊。你看在教学里头，三字经上把这个放在第一句啊，教学为先啊。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先说先学啊。啊，肯定人性本善。啊，他为什么变得不善呢？不善不是本性，是习性。习性学坏了吗？习性不善，本性是本善的。本善是真的，永恒不变的。啊，习性随着外面这个习惯，它就染污了。啊，所以接着才讲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是什么意思？性是跟本善相接应的，相应的。习性呢，跟本善相违背。啊，习性里头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贪嗔痴慢，习性啊，本性里头没有，本性里头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也没有贪嗔痴慢啊。佛讲得好，众生迷失了本性。所以这些不善的习性呢，那个根还是本性，本性变质了，迷了之后它就变质了。啊，佛家讲得清楚啊，啊，本性里面有三宝啊，智慧、德能、相好。三宝啊，佛在这个《华严经》上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华严经》上，哎，不是《无量寿经》上三宝啊，啊，大乘就是智慧，是你的本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你看，不是三宝吗？啊，可是迷了之后啊，智慧就变成烦恼，德就变成造业，啊，相好就变成轮回，变成三途，变质了吗？啊，这就带来很多病痛，带来很多灾难。啊，佛菩萨慈悲啊，教导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头。啊，我们放下烦恼，啊，烦恼三大类嘛，你看，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把它放下，你就又回归到本善了。啊，回归到本善呢，身心健康啊！家庭幸福美满啊，事业顺利啊，社会祥和啊，风调雨顺的，那一切自然灾害通通没有了。归功在教育啊！你看看中国古时候，哪一家不重视教育？哪一个人不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小孩从怀孕了，父母就开始教他了，胎教，教育摆在第一了，活到老，学到老。
一生都在受圣贤教育，不断向上提升，最后的大圆满是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称为圣人、大圣，在佛法里面称为佛陀，名称不一样啊，境界完全相同啊。在宗教里面称神呢、神圣佛一个意思。你不教他怎么会知道呢？中国重视教育，在教育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了。佛教一传到中国来，中国人接触到是无比的欢喜啊。为什么呢？他把我们的境界又提升了一层。你看中国的典籍就晓得，中国典籍上中国人讲求的是简要暇明，提纲挈领都讲出来了，而佛道中国是每一条那个纲领讲得详详细细，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国人喜欢简单，印度人不厌其烦，一定把它讲透，让大家全明白。中国过去古人讲的，确实都要上根人才行，中下根人。只好跟着做吧，教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在人都老实，都听话，不必要知道那么多。可是，在印度不一样，印度佛陀真慈悲，对于中下根人都不厌其烦，详细解说，难得了，实在是难得了。所以这2000年来，佛家的这个教学跟中国传统完全融成一片，儒释道是一家了，一体了，分不开了。形象上有儒释道，事实上没有了，它成为一体了。佛法我们一定要认识啊，这社会大众有误会啊，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学佛的人呢也要不认识佛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告诉大家，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他如果是宗教，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地方不会喜欢他。他很不容易在中国生根，他是教育。什么教育呢？孝悌的教育，跟中国人完全一样啊。中国文化是孝文化了，从孝延伸四个科目：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这四个科目就是解释孝的。什么叫孝啊？五伦是孝，五常是孝，四维是孝，八德是孝。在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典籍，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演变成以后的四库全书，你看看哪一部书，哪一篇文章脱离了这个宗旨？我们的生活、工作，乃至于文艺的表演，说唱的艺术，也没有离开呀。所以你说的详细一点，中国文化是文化了，伦理的文化，五常的文化，四维的文化，八德的文化。佛法跟中国这个基础完全相同。你看这个我们净宗修学的宗旨，依照观无量寿佛经的净业三福。文字不多，最高的指导原则。第一条，它一共三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教教育从哪里建立的？从孝道，孝亲尊师。这个跟中国千万年老祖宗圣贤人的观念完全相同。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弟子规？用弟子规来落实我们孝亲尊师。你做到了，这个敬业三福第一条你就做到了。慈心不杀，我们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幕后一句是佛家的十善业道，不三个根吗？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扎根，后面全做不到。你看他第二从这提升，这第一层第二层提升，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换一句话说，三规五戒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人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什么都完了。在中国古社会，他不能立足，他不能做人呢。你在社会上谁都瞧不起你。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呢。怎么可以疏忽呢？所以第二条是孝诚。第三条是大乘，有了第二条，才能够再往上一层呢，到第三层呢。第三层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劝进行者是度化众生，教化众生。前面十句身行，幕后一句是言教。你自己统统做到了，你才能教人。这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决定不能离开佛法。所以儒释道三家了。严格的讲啊，三家都不是宗教啊，三家都是教学。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三家对宗教都尊重，都礼敬，都赞叹，没有排斥的。在佛经里面看不到排斥宗教的。而释迦牟尼佛学生当中，不同国籍的人很多，不同族群的人很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很多。这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佛没有，你看《地藏经》上婆罗门女，那是婆罗门教的。佛没有叫他放弃婆罗门教，没这说法。而佛还尊敬婆罗门教的神。所以佛法在世间，对于任何学派宗教都没有破坏的，而且是建设。都是礼敬赞叹。劝导一切信教的人。要尊敬他们的教主。要认真听教主的教诲去学习。这是佛菩萨。没有说你这个教不好要信我的，佛没这个说法。佛是教育，佛是叫你认识宇宙人生真相，佛是叫你回归自信，开智慧。在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我们可以说这么一句话。他在任何国家会丰富那个国家的文化，他在任何宗教里面也会丰富他宗教的内涵，这肯定的。无论在哪一个境缘当中，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佛法。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今天在社会上造成这么多的误会，这个责任不是佛的。佛没有责任，古来祖师大德也没责任，这个责任我们这一代不争气。我们这一代真的像佛说这个经上所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我们从小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人教导我们，没有人跟我们说明。我这一生要是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这一生都不会知道。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他把佛教介绍给我。
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子入佛门的，在没有认识方先生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代，念初中，我进过教堂，我读过圣经，我有很多伊斯兰教的同学，我们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他们的经典流通量太少了，那么在学校时间并不长，两年的时间，我没有看到古兰经，我看到他们回教里面出版的一些这个短篇的这些资料，我看得很欢喜，所以我对于伊斯兰跟这个新旧约很向往。我没有信教，是因为我感觉到我了解的不够。等我完全了解了，完全明白了，我再去参加洗礼，以后碰到佛法，世间还有这么好的东西，遇到不容易呀。遇到之后学习也非常艰难的，学得很辛苦但是学得非常欢喜。这里真的要感谢佛菩萨，感谢祖师大德，感谢先前的老师，为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国觉全体这样的经典，传授给我们诸佛众生，是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这话真的。我们靠的信心，靠的敬心，对他尊敬的，信里面没有敬，得不到利益。你得有敬爱呀，敬重啊，你才会得利益了。为什么呢？你能够锲而不舍。我们在这个教学里面，59年一天没离开呀。为什么？欢喜这法喜充满。真的烦恼轻，智慧长。什么疑难杂症，自己的也好，家庭的也好，团体的也好，社会的也好，现在乃至于全世界，
我们都能看出前因后果，我们懂得一套解决的方法。你说这多么欢喜啊！自己在这个世间一尘不染，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佛给我们定的标准，清净平等觉。这清净平等觉年年往上提升，这个里面的喜悦无法形容。对一切众生自然生起怜悯心，不是责备。想帮助他们还得有缘，他肯接受才行，他不肯接受那就帮倒忙了。能接受的全心全力帮助他，不能接受独善其身呐、遇到能接受的兼善天下了。所以这个法门讲到究竟处，那必须成佛。成佛是说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放下，你才能究竟。这个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晓得这个事情重要，起心动念很没办法，它太微细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好，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起心动念？拔地。不要说原教了，别教拔地那都不得了。华严是原教啊，别教拔地，他证的那个境界，等于华严经上讲的拔柱菩萨。十柱里面拔柱菩萨。这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那个定功啊，深啊。心地清净的，这微细的波动，他能感受到。也就是真正感受到阿赖耶的出现，你看到了。所以佛教是科学，佛教不是迷信。为什么呢？每一个境界都叫你亲证。听佛说的不算，那是释迦牟尼佛的，不是你的境界。你明白了得不得受用？必须要依照佛所讲的，我们去证的，你才得受用。这是科学精神呐！所以不是九法界自力所能信解。自学不能成功，就这么一句话说，一定要跟老师说穿了，就这么一句话。自学是不能成功的，一定跟老师。这个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要尊敬这些学长，学长是诸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弥勒，这都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学长。由此可见，
念佛法门实是无上深妙之法了，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承当也。这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专接上根，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上根？他一听就明白啊，不但明白了，他真干。啊，给诸位说，我能把执着放下一些，啊，执着不像从前那么严重，放下去也是上根。啊，他要不放下，严重的执着对他就产生了障碍，他不能往生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上根，你想想对不对？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其实不是他证得的，你到极乐世界，你的待遇、你的规格，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谁给你的？阿弥陀佛给你的。啊，阿惟越致菩萨，我们讲到最低阶的，《华严经》里面讲的初住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真的是诸佛所行境界。菩萨都不敢想。啊，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了。啊，所以你能信就是上根，你就能直下承当。我什么都放下，啊，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我就这一部经，就这一句名号，啊，我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清净弥陀。啊，世间一般根性就不能跟他相比啊！你再聪明，再有智慧，啊，你去研究一切经教，说得天花乱坠，最后怎么？你不能往生，你还搞六道轮回，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皆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设方诸佛名号，这名号是什么？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设方世界诸佛名号。为什么？大乘经里面佛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六位一然。
我们没觉悟的人，没证得圆觉的人，有分别，有妄想啊！啊，证得圆觉的人知道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一尊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名号。菩萨众，当往生者，这些诸菩萨，念佛，求往生净土的，但说其名，穷劫不尽，说不尽的。这是说持名念佛往生的，说这个话的意思没别的，让我们明白事实真相啊！我们如何才能成就啊？在这个地方成就难，障缘太多。第一个障缘，寿命有限，太短了。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没有法子完成，这最大的一个障碍。那其他障碍就不谈了，太多太多。到极乐世界，所有障碍都没有。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无量寿。寿命无量啊，有的是时间的。释迦牟尼佛在观经上跟我们讲，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修学，修到自己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说真的是阿惟耶之菩萨了？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是你自己功夫真正到了阿惟耶之了。要多长的时间呢？佛说12劫。12劫在我们这里说是很长了，在西方极乐世界很短。为什么呢？他们的寿命是无量劫。无量劫的寿命，12劫算什么？关注很短的时间呢。就真的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是华藏世界的初住菩萨，在华藏世界，他要把41品无明习气断掉断尽，需要多少时间呢？3个阿僧祇劫。你看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一品烦恼没断，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就能达到他们那个地位。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在华藏世界修行的断习气时间长慢，到极乐世界就快。所以文殊普贤
要把这些人统统带到极乐世界去，道理在此地。毗卢遮那佛没有阻拦呢，反而欢喜啊。这说明说没有嫉妒心啊。啊，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吗？到那里去是应该的，早去早成就。啊，成就之后，像诸佛如来一样普度众生。啊，又受菩提记品曰：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也是举个例子说，啊，这些菩萨们没有听到净土法门，不知道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随顺自己学习的法门，时间要很长。啊，障难太多啊，有时候经不起考验，就退转了。或者是选其他法门，这种情形非常非常之多啊。啊，大乘八个宗里面，啊，有人选修，有人都想学。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听到他们发的这个愿心，我们也赞成了，也不会反对。啊，他们对佛陀的一句话了，疏忽了，没听懂。那什么话呢？佛说一部精通啊，一切精通。你这句话没听懂，所以他还要学很多啊，样样都想学啊。如果真听懂了，一部精通了，一切都通了，那我就学一部就好了吧。你们想想，这个人是不是上上根人？现在我们明白，真是上上根人了。啊，他就在一部经上下功夫，肯定得三昧。得了三昧之后，肯定会开悟。啊，那么我们要问了，你们同学学哪一部经？这一生学一部经，我相信很多人学无量寿经。我得到了这个本子，那个时候是李老师给我的，啊，是他老人家自己的注解，啊，他用毛笔写的，好像他讲那个经的时候，应该是在大概六十八九岁的样子，不到七十岁，啊。应该六十八岁讲的这个节目。啊，我看到他那个眉珠非常欢喜啊。啊，
他把那个段落都勾出来了，啊，很清楚。啊，欢喜心就生了。啊，想学，想讲。啊，其实我第一次讲这个经在美国，就是用李老师的本，黄老这个注解没看到，那时候还不认识。啊，所以前面好像两三次都是用的这个李老师的本。啊，也是在美国。跟黄念祖老居士联系上了。啊，非常难得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他到美国就带一套。那一套是有印印的。啊，有印印。啊，有印，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做过这些工作啊。那个蜡纸，顶多用个120-130份的时候就不能再印，啊，后面自己没法子看了。所以我相信他那个本子，大概也只有100多本，啊，数量很少。我看了之后啊，我就让同修们跟他联系，向他人家请教他有没有版权。那有版权呢，那就不说了；要没有版权呢，我说我拿到台湾翻译。他听了之后很欢喜，没有版权啊，所以我第一版就给他印10000册，啊，精装本10000册。啊，他要我给他写篇序文，要我给他提封面题字，我也都照办了。啊，所以以后我讲了很多遍的时候，就参考他的注解了。啊，我记得我讲过10遍了。啊，我那个时候也想发心的。华严经停了，讲了一半了，不讲了。这中本华严嘛，非常奇迹啊！所以讲这部经，听众特别多，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啊，都比讲其他经听众多。从这个地方能感受到语言。他能深深契合世尊末法还有9000年的缘分。啊，所以这是第11次。为什么讲这个呢？看到灾难太多了。讲经教学能救灾难啊。华严经太长了。太大了，啊，是好，啊，我们要收净效，啊，马上就要收得效，所以就选这个华严经的精华，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啊，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啊，所以古大德称这个本子叫。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个三部经里面所说的东西是一桩事情，啊，究竟诸法实相。
啊，从修因上讲，清净平等觉；果德上讲，大乘无量寿庄严。啊，修因正果。啊，所以这个经对我们的帮助太大太大了。啊，那么这一次我们选讲老居士的注解。啊，我也是报答他老人家知遇之恩的。他年岁比我大。啊，他学习的语言比我好。啊，他亲近夏天公啊。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学教是跟没关系老居士学的。啊，他是梅老的学生，梅老跟夏莲居居士是同参好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啊，学佛之后在一起。啊，也都是做官的，做官时候也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所以他的会集本成功之后，啊，梅老给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那一篇序文非常有价值，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从李老师那里知道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啊，他也曾经提到过黄念祖居士，啊，所以我们没见面之前的名字就很熟悉。这是走同一条路的啊，真正的善知识啊，同参道友啊，所以我们跟夏老居士就有这么一个缘分啊。念功果一见面，这一见如故啊，无量的欢喜。因为那个时候讲这个本子的会集本的人就两个人，啊，在海外我讲，在国内他讲，这就没有第三个了。啊，我们遇到之后感慨万千呐。啊，对这个法门，对这部经典，这个会集本。啊，真的认识衷心的赞叹，能信能解，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个话我们相信啊。由于此法不听闻故啊，由一义菩萨退心啊，退了菩提心啊，又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菩萨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啊，得随顺人，或入初地，学身俗身妙习世界极乐净佛途中。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菩萨，这是大菩萨，不是小菩萨。大菩萨别教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他才了知，真正明了，知道诸佛及一切法为皆为心量，为是只有啊。心量是什么？我们学了还原观呢，就明白了。还原观上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这事三变最后一句话说：含容空有。这你本来的心量啊，是这样的啊。在佛门里头有两句话，大家常常听到的，叫“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两句话就是含容空有啊，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啊；容是包容，包容一切万物啊，包容万法。这是本来就是这样。中国人常讲量大佛大了。你本来的心量是包容遍法界虚空界的，一法不漏啊。你的心量是这么大，这叫佛。佛是自己。你本来是这样的。所以得随顺人，他能够恒顺一切众生。你做善，他随顺；你造恶也随顺。这个很真了不起啊！为什么呢？在他的见解里头没有善恶，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哪来善恶？不但善恶没有啊，染净都没有。他的心是清净的、平等的，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佛眼看众生呢，是这么一个境界，或如初地。这些菩萨是，菩萨得随顺人，菩萨证得了初地，舍身、俗身妙喜世界。极乐净佛途中，他们晓得这个世间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赶快到那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很有意思啊。引用这些话都是佛经上说的，目的在哪里呢？鼓励我们这一次的缘不容易遇到，遇到了可不要轻易放过，轻易放过就可惜了，得来太不容易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